陈氏，齐威王的名将田忌，古代田陈同音。在此说普通话的朋友们会觉得有点奇怪，就是普通话的田字发音就只有一个发音而已。但是同时在广东话粤语的发音，田也是只有一个发音。粤语发挺，很有趣的是，在广东潮州话里面，这个陈我们是发当，而这个田我们是发昌，所以古代的这个田的发音呢，这个古代的发音到今天为止，只有广东潮州话保留了这个古代的发音，比如说田鸡，潮州话读作厂龟，种田，潮州话读作作仓，田螺，潮州话读作厂咯，作仓，食厂龟。俩场咯。更有趣的是什么呢？我上网在找一些有关韩国旅游的影片的时候，就发现有一个城市，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大城市，叫做铁匠。这个铁匠呢，我没有听过，我唯一知道的。有了解过的那个韩国城市是，汉城、釜山、仁川，但是没有听过这个德炯的。很有趣的是，当我查这个 Wikipedia 的时候，维基百科的时候，这个德炯的那个汉字写法是大田，德炯，所以它这个韩国的田发音炯，就是。古代汉语发音，在这里，古代的“陈”的这个发音，所以这个韩国的这个“炯”字，韩国的“田”字，还有潮州话的“田”字，都保留了这个古代汉语的发音，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发现。